好，我是千鸟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 PRB 的 Assetto Corsa 耐久积分赛。第四站在 Zandvoort，这一站是开 MX5。经过了20分钟的排位之后，岗位由 Rocky 拿下，二七群，第三蟹老板，四杨 YY，第五小鹿，第六圣修，第七翔哥。然后呢？这一站虽然是跑 MX5，但是把大家的车涂装都换成 MX5，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，所以我就不换了，绝对不是因为我偷懒哦。那比赛就开始吧。起跑。Rocky 起跑是后面还要慢一点。后面的马上就追上来了，瞄准了第一个弯，并行了。右边有一台车，出弯后还是让 Rocky 走在前面，后面再来是 G 群。在这个爬夹弯，从外侧没能成功。刚起跑没多久，就已经有车手带线退出啦，又是 YY。早知道你是该重开一下也不行。YY 还真惨，有用着吗？前面也有看到他，但他到现在还是零分，非常非常可怜。毕竟他那个分时段不同的那个 IP 段不一样的。你自己看时间啊，他很难讲的，他常常是整点左右会断，那两三个小时他就会给你断一次。大概说明一下，那个 YY 是上海的同学，开始比赛之前，所以要翻墙才会比较稳的样子。那还是常常发生断线。加速来到第七圈，这是蟹老板的视角。G 群已经被 Rocky 甩开一段距离，然后被蟹老板追上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。蟹老板的画面好像比较偏蓝色，感觉这样很久了，来修缮一下好了。哦，在这个大直线，蟹老板车速明显比较快，超，准备要超车，蟹老板的外线并行，第一个弯。没超车成功，还是落回了后面。刚刚好像有看到一台车跑进 pit 的人，不知道是谁。老板再一次逼近，即将来了连续弯道，蟹老板站住了内侧，超了过去。然后守着下一个弯的内侧，蟹老板
在出弯的时候速度似乎慢了些，被机群并行了。觉得在前面好无聊。一起进入这边。你看都没有发生碰撞，那里两台车要一起进去是还蛮困难的。我被蟹老板拿到前面的位置，回到这个直线似乎不太妙。那个谁也没来，一起变成那个罗伊啊，罗伊也没来，哎呀！我刚刚看他五天没上，好像常常出差的样子。会出国对不对？对啊。这场相对来说是比较冷清啊，我是忘记我是为什么没有参加了，可能是网络的关系吧。对啊，好可怜啊，其实这种日子并不好，他的女儿都不认识他，他女儿都不认识他。对啊，他后来跟总监，他女儿当时他跟我老板说啊，不要这样啊，女儿都不认识他，报位低啊，很伤心。嗯。我说放屁啊，你在国外酒吧喝酒的时候怎么没想到你女儿会伤心？似乎在聊什么八卦。哇，蟹老板，蟹老板撵到草了，吃了一顿，擦了一下。这个失误不够大，没有办法超车。我要距离再次恢复。之前211的时候，蟹老板在终点前那段直线也是速度很恐怖。这已经是第二次我们跑 Zephyr 这个场地了。上一次是开那个疯狂的。211，那台车真的是很疯狂。多少回事啊，他妈的！好好的工作不干，直接回家陪女儿。一个小小的失误，碾到旁边的路沿，刚刚的优势又没了。目前，挡好挡满了、啊，挡好挡满。谁？我后面没人啊！我挡你呀、啊！啊，你不用挡我，我可不挡你。问题是我会失误啊！对，我怕你失误，我们一起就到后面了。所以我要，用挡好挡满来掩饰我的失误。我觉得我们 AC 的比赛最有趣的就是这个 GTS 的相对就没有这么多互动、配对里面。现在季权的最佳时间是1分58。印象中，真车在 YouTube 上面好像要找到56的吧？不过 AC 里面的 MS5 Cup 这台车马力没有像真的这么大，少了一点。你张东东怎么进的派对啊？我操！对啊。吗？似乎国外有一些玩家在说这件事情。但是目前是还没有被更新修正，极速有明显的差异、跟真的比起来。对啊，你他妈今天圣修也断线了，我操！哇，又少一位。哦。今天参赛者就已经够少啦。他第一圈就断线了。
剩下五台啊。我操，剩几台啊？五台。我们三个还有谁？还有小鹿。小鹿。剩五个人。好惨啊！真的好惨啊！英雄也不确定。我还没得跑啊！这群差一点打滑，收整回来。感觉就这样跟着跑，没有任何机会可以进攻。干嘛了？他在省油。他搞不好都用高一档在开。不可能。这群又吃草了，吃草了。还好吧，你需要省油吗？哦，他那么快肯定要。哎，经过了四分之一的比赛。在我印象中，应该是停两次吧。谢老板名字渐渐消失在视线当中。我就是省胎啊，省胎就更不用了。哦，就不要换胎，一定要吧。跑四十几圈不是？这群又吃草了。这个位置吃草比较还好。换胎就得。对啊，换胎很久啊。我加油倒是没两下就加满。我也觉得很寂寞。然后五台车还能一直有看到别的车的画面，还算不错啊。前面其实还隐约看得到 Rocky。话说 Rocky 是在省油还是在省胎？那个维修啊，他们快就进不来。对啊，我也觉得很奇怪，你怎么进得来？你现在能开派对吗？那大概修好了吧？哦，你可以叫杨歪歪一起进来聊天算了，他妈无聊死了。对啊。我们剩五台车而已。嗯。拜托，来点刺激的嘛！哎呦，吓人！他派对那个允许收音没有开，所以不一定听得到声音。觉得很诡异的，不要害怕，我们绝对不是在跟鬼通话啊。错觉吗？怎么觉得 Rocky 好像越来越近了、啊？比起上一圈又更近了。听说断线断光啊？
我也是想啊。主办人睡着了。这主办单位睡着啊，我早就夭折了。小佩也没来啊。啊，我想起来了。我不是网络的问题啊。可怜哦，今天发什么样？正修也是最后一刻才连上。那天应该是电玩展当天晚上的比赛吧，我太累了，所以我就去睡了。是啊，然后李总到现在也不见了。对啊，对啊。上得早啊，我比较早进，后来才上的都进不来啊。原来我是去当睡猪了，谢老板刚刚一点点小小的失误被追杀。我都睡着死了，我赖也打了，手机也打了，妈死不接。偷说我坏话。哎呦，黄旗哟、哦！谁黄旗？你都只是压到点沙子而已吧。小老板被追上了，还被顶了一下屁股。前面看到一阵烟。啊，有吗？小路在路边。这种时候就会梦碎。第一次看到。觉得自己要追上前面的。那时候比什么211吗？结果不是。啊，对啊，211嘛。因为要比赛了，找不要开房间，找不到主办方，他妈的。因为这次他有先预告，他说他白天去电玩展很累，所以可能如果不小心睡着就叫不醒。对呀。早就有预谋。预谋！我都等于打战地了，他妈的，是你有人在跑。不要这样说嘛！刚刚还四个人。我想看洛基会不会失误啊？没有吧？第三个发车的吧？没有，剧情在我后面，咬着我的尾巴不放，吸好吸满。我这一场是不是我都不用换画面了，就放了这个这样跑就好了？会不会太轻松了？一直在差一点点的距离，这次 Rock 也没有变近啊，差不多。他知道吗？你要去找那个。都躲找那个躲的规矩了，对不对？你不搞还可以这样哦，真被你吓到了吧？我搞得我刺刀冲上来，然后不用刺刀，用真的，我靠，这个家伙怪怪的，有艾滋病。似乎是有人在打战地的样子。都被你吓，那是我估计不是被针插死，是吓死了我的。对呀、啊，有点，好恐怖啊！光想到那个画面我就害怕。
跳板还真是悠闲啊。还是蛮吓人的，而且前面音响啊，都在来。明明就正在被攻击啊！这群稍微打滑，稳得住吗？稳得住吗？好不容易稳住，没有失控。再跟蟹老板距离稍微拉开一点，估计真的吓尿了。这是笑话攻击吗？估计真的吓尿，我跟你讲，真的。我应该不会想听一停吧？一停啊，一停 OK 啊？不可能一停啊！我可以。一停的话，真的吗？你要开到14000啊？要很刚好，23、21啊。想要一停。或许哦，因为 MX5 的设定一直以来都是非常接近可以一停，但是又非常困难。必须要很省油才有机会。我在 MX5 Cup 的那一系列第一站的时候，因为累了，所以想要试试看轻松开能不能一停，结果没有成功，最后惨烈的没油啦。那我就不知道了。我想要看那一站的话，我觉得那个倒蛮好写的，其实那个对我来说，我把它放在右上角资讯台好了。来，即将那一两个干嘛？等一些新的人看一看。没有看过的，那你加个小队看看吧。哪一站是圣修破风那个罚单王的一站？虽然他现在已经退位了，让人家了。我们要去地图吗？这是3000，我怎么觉得我的油不知道开到开不到？22圈就行了吧？我不高体会补啊，高体会补啊，对啊，他会。Rock 越来越近。你不补油，你会开吧？觉得或许真的有可能哦。这样，夏老板跟地群是不是也要换一下省油策略呢？人都还好啊。是说 AC 有些地方很奇怪，就是在刚开始设定车辆油量的时候。的油量满跟最后进 pit 加满，这两个有一些车子都会不太一样。我们前面那么玩的那个暖身赛，迈拉伦 F1 GTR 也是，加只有80啊！蟹老板一个打滑，撞到草地上，被机群超车了，维持了这么久。第21圈。Rocky 进站，
下一圈，校板进站。哇，校板进站失误，重重的撞上 Peter 的墙壁，这也太惨了吧！23圈继续进站，哎，成功了耶！23圈的话，校板跟继续应该都可以一挺吧。来到27圈，两个都进过站，但是季群在前面。Rocky 进站花了比较多时间，可能才玩 AC 没多久，进站的操作还不熟。想到进站，就觉得 GPS 的进站真的是很强大。进去选，在车子还在自己跑的时候就选开，然后加油，等到要加的油量就按停。觉得其他有的赛车也可以参考这个方式做 pit， 之前怎么想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办法。Rocky 咬上季群了，季群究竟能撑多久呢？还必须省着油开剩下的一半，两个人都是。哇 ，Rocky 的 best 是。1分56.973，季群稍微吃了一点草。从单圈看来的话。只要一个小小的机会，那可能就过了。老铁原本要过，但是这群太靠近，老铁小心的刹车。这也是这几场看起来，我觉得老铁很厉害的地方，很小心，不会冒险，不会脑冲。大直线非常容易决胜负的一个区段，你吸到尾流，进入内线并行，抢到内线的 Rocky 超车成功，我直线继续比较快。又回来，季群在这边吃草，这个失误可大了。哇 ，Rocky 原本要从内线过，不小心碰到季群的车尾，一下把季群碰了出去。第41圈 ，Rocky 进站。来失误，我要省油哎。对我来说，加不加油已经没差了。他妈羞辱我是吧？慢慢跑还追不到。也不是慢慢跑啦，就是比较保守一点。加速一下，到了最后一圈。有些堵车的不能解。少进一次才能进群。像阿尔贡啊，保护措施要在这种。虽然跑得慢，但是轻轻松松的拿下了胜利。策略的胜利，恭喜季群获得本站的第一名。第二 Rocky， 第三谢老板，第四翔哥，第五小鹿。经过了后方，就 Rocky 顶到季群屁股那一下，0.5分之外，就没，然后名次并没有改变，
到目前为止的总分的话，你要等一下，我没有变动。好，总分出来，是老板第一名53分，季群第二31.25，第三翔哥17.5，第四 Rocky 14.5，第五小鹿11。那这场就到这边吧，还好有派对啊，不然就真的是不知道要说啥，现在还是不知道要说啥，希望以后不要再这么冷清了，太孤单了。如果喜欢的话，别忘了帮忙按个喜欢，分享出去，订阅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新的影片跟直播哟。那我们下一期再见，拜拜。